5G 加工业互联网在当前阶段有三个关键的问题，我们需要共同解决好。第一就是设备的联通，第二人工智能的应用，第三工业软件的发展。华为建议各方要制定统一的数据规范，并且要积极的来推进工业协议的标准化，以此来降低设备联网的难度。我们在华为内部构建了统一的数据标准和互联的协议，华为自己内部的这个协议完成了与外部的38类工业协议的适配。靠着这样一套协议，我们已经完成了70,000多套工业设备的连接，而且现在我们也正在积极的把这样的一套协议推广到制造链上的合作伙伴这里去。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举动能够提升跨企业的协同效率。